可以的。好久，很常喝下，很常喝下。对啊，哎，在抖了，在抖了，在抖。什么意思？你是脚被踩到的？他刚差点踩到我。我觉得他不是。可我刚刚看到他的脸有抽搐了一下，他不是，他不是，他喝的是醋精，他是戏精，对不对？请问一下，我们要吃的是什么？一个吃的是好吃的，没切了。陈哥，你吓到他了。一个吃的好吃的梅子番茄汁，梅子番茄，梅汁梅汁番茄。那两个呢？两个是生干贝细，生干贝细，熊贝细，一顶也细。哦，加了醋精的果汁，不是伊利番茄，是番茄汁。没，你就喜欢自己的特点。没有，演员要真听。你现在又在演了，这太会演了。演员要真听真看真感觉，只要那个盖子打开之后就开始演。位置你自己选的。他们都是演员哦，跟刚刚主播是不一样的，你要搞清楚哦。雨熙应该不用演啦。喝酒了是不是？吓死了！你应该平常酒量也不错哦。我猜他那杯是高粱。错哦，五加皮。哦，感觉很熟。竹叶青。哇塞！哦，没有直接这样灌过。好了，下一位就当最后陈哥彤彤吧。对，彤彤对。你一开我就闻到那个味道。一定的，一定会的，所以不要闻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好久，很常喝下，很常喝下。对啊，哎，在抖了，在抖了，在抖。什么意思？你是脚被踩到的？他刚差点踩到我。高粱五。陈哥他们这样子，那你只能内练了。演得太好了，我觉得他们两位好酸的感觉。后来刚我们好像可以吃到，好像可以直接猜了啊。先干为敬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时候我想你，曾先生心中有了盘算。究竟他喝的会是什么呢？让我们看下去。毒是毒，哦，是毒的。知道蛇毒，你有试着想跳起来对不对？跳不高对不对？抖，你刚刚抖脚了。觉得谁喝到正常的？正常的哦，正常的番茄汁。我觉得雨熙就是醋，就是醋精，醋精。OK， 对。王彤呢？应该是，我觉得他也喝到，我觉得他不是。可我刚刚看到他的脸有抽搐了一下，他不是，他不是，他喝的是醋精，他是戏精，对不对？比较熟，比较熟悉。我觉得，因为我刚刚看雨熙跟彤彤的表演是比较长，那陈晨哥的表演是比较内敛，比较短，所以我怀疑他可能没。你觉得他演不下去了？我觉得他没喝到那个醋，演不下去了，是不是？对，他的那个醋没有发酵出来，就说你演技不好，表演比较短，演不下去。我比较短。但是王彤或者是陈哥其中一个喝到。就是正常，对，我也觉得他们乐乐一定是醋精了，对，你决定是谁？干了吧，干了，干了。Oh my god， 是吗？可以啊，直接上了，不就太像了，不就？太少了，太短了。我太短，我太短，我想说，我想内敛的演说，太容易干掉了。你说沾一点点那个隔壁的旁边，可以试试看。醋精的感觉，喝喝看，用闻的就有了。对，用闻的就闻的。哦，用闻的就有了。酸，不用喝没关系。你干杯，这么大一杯，你也可以干杯啊。来，你喝，你也可以干杯，不要干杯，太可怕。来，我刚刚看好了，干，一点点就好了。哇哦，超酸的，好喝。你那么好喝。你这么能喝醋，你眼泪都出来还好，有吗？眼泪都出来，耳朵都红了，还好喝？好烂，干了，他蛮好面子的，真的。不是因为我平常就很爱吃酸的，所以我觉得没有到会咳嗽那样。但是你哭啦，对，不要嘞。